当地时间8月5日，伴随邹静媛、周雅琴和张博恒收获一金一银一铜，中国体操队在巴黎奥运会竞技体操项目的最终成绩锁定为2金5银2铜。日前，中新社记者专访了体操奥运冠军李小鹏，在他看来，此次中国体操队的表现亮点与遗憾并存。啊，包括昨天这个邱奇媛的这个高低杠，我觉得他是完成的非常好的，包括落地稳稳站住，已经我觉得完美的表现了高低杠非常高超的这个水平。只是最后没有拿到冠军，我觉得很遗憾。那看下一届呢，对吧？成功的因素有很多，但是都离不开踏踏实实的训练。那从所有的这个全队的表现来看，有遗憾的地方，当然也有这个可赞的地方。东京奥运会上，中国体操男队在男子团体比赛中摘得一枚铜牌。如今来到巴黎，中国体操男队虽未能将奖牌颜色变为金色，但李小鹏表示，无论所获名次怎样，他们的人生只是刚刚开始，未来之路永不止步。年轻真好啊，就是这种拼搏我们也有过啊，我们也经历过成功的、开心的、失败的、跌倒的，这些我们都经历过，只是说你如何去面对它。无论是今天拿到了冠军，或者拿到了银牌、铜牌，实际上人生当中还只是刚刚开始。他们的今天的失败不一定是人生的失败，他们今天的成功也不远远就止步于此。同样，作为曾经中国体操队的领军人物，李小鹏既拥有过辉煌时刻，也经历过低谷时期。就是期待越高嘛，摔得越惨嘛。而且那会儿我们就全队的第一块这个团体也是失利，没有拿到。接下来个人其实那种劲儿也缓不过来，最后拿了一块铜牌。按道理来说，如果比的成绩好的话，说不定就退役了。顶着冰麦雅典的巨大压力，以李小鹏为代表的中国体操队在北京奥运会上收复失地。在摘得双杠冠军的同时，李小鹏还与队友斩获男团金牌。在他看来，这是一段值得铭记的岁月。我在北京的奥运能够参与，能够夺得奖牌，夺得金牌，这也是我很大的一个愿望。踏入国家体育馆的那一刻，就站在那个比赛馆的时候，我自己心里面的感触特别多，因为觉得特别不容易。04年的失败，然后再加上自己的07年脚骨折，能够站在这个国家体育馆，其实是一个奇迹。其实比到最后，比来比去，你的对手无论多强，还是要把自己要做好。只有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投入到自己的这个热爱的项目当中，全神贯注的，就是不要想其他的，这样的话你才能够专注，才能够最后取得成功，才能够拿到这块金牌。对于未来，李小鹏称自己将以体育人的身份继续助力热爱体育运动的小朋友感受体操的美丽。